1317。来，一样是第一支哦。第一支我刚算出来，打下去是37528，37528，我看一下、哦，37528。37528没错。这样来好，这样好了，等一下啊、哦，等于这个除以这个三颗浮石哈、哦，1.9倍。刚刚有人说1.9到多少？2.16。哦，我假设啦，30颗，给各位看一下，他刚说多少？2.16倍，我用30颗，看看会不会接近于2.16倍。2.16129032328825252，再看一次。注意看啊，注意看啊，应该不要出现杂猪哦。88212。比原本的齁，我看一下变多少，比原本的强化腐蚀，原本的一般腐蚀啊，等于这个除这个2.35倍。刚谁我看到这个数字哦，谁算的懂吗？大概2.35啦，但是如果30颗会变怎么样，我们可以算一下啦。刚刚这个讲嘛， 1.9 到 2.16 左右嘛， 1.9 到 2.1， 我们现在算上 2.35 到算30颗，好，算30颗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。订阅旁边有个铃铛，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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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 O。